一日本上映，剩下七天，当然就是湘北的后卫宫城良田。那这画面可以清楚的看到，电影会提到宫城良田小混混时期的过去，这个戏份应该是算蛮重要的一个环节。后面就是参加比赛的一些运球跟跑步部分。那相信在宫城的这一种传导之下的画面，想必在电影版里面的戏份应该也是不少，非常之期待。